准备配狗，法斗相亲拉布拉多犬没有相亲上啊，拉布拉多犬估计嫌法斗不够帅，咱们给他重新找一个男朋友，找一只德国大狼狗当他的相亲对象，看看他们能不能相亲搭配成功呢？一切都是未知之数。话不多说，咱们把大狼狗带进场。德牧一放出笼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拉布拉多犬了。不得不说，狗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，它闻到气味一路赶过来。这次德国牧羊犬表现得非常主动，相信它的成功率会比较大的。首先先做一个标记啊，标记一下领地，这样其他的犬就不会过来打扰它了。这只德国牧羊犬追女朋友还是非常有一套的，采用的是屎皮赖脸，就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的追女朋友方法。这种方法虽然不是很有面子，但是往往非常奏效。我们看看他今天能不能拿下这只拉布拉多犬呢？虽然拉布拉多犬表现得非常冷淡，你看它尾巴都夹起来了，这是一种拒绝的表现，但是咱们的德国牧羊犬脸皮那是相当厚的，厚的就像钢板一样。其实很多谈恋爱的小伙伴有必要学一下这一招啊，这一招往往是非常奏效的。拉布拉多犬好像渐渐有点接受这只德国大狼狗了，在这里咱们也祝愿他成功。